老板有没有什么话想说？好好好 ，OK， 谢谢谢谢。我们就是尽公司最大的能力了。我想这是我们起码一个企业应负的一个责任，这个我绝对不会躲避。我人可能不好，我可能行为不好，但是我的产品绝对没有问题。打开一下，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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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下。